大家合掌三清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念一句，你哋念一句啊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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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。在座有冇同學係去年都有嚟參聽嘅？哦，即係各大家都係新嚟嘅，所以上次講到邊度，咁我都唔問你哋啦嚇，因為你哋冇聽。本來咧，我就想繼續咧係講翻《楞嚴經》接續嗰段文嘅，咁但係咧，我考慮到各位同學咧，未必每一年都有呢個因緣嚟到呢個講堂聽。縱然有因緣都好啦，想嚟，但係有各種嘅事情阻礙，未必一定嚟得到。咁我本人咧，亦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講曬呢本《楞嚴經》。咁即係世事無常，人命無常，過於山水。所以我今日咧就唔繼續續講嗰個卷四嘅下半部。暫時不講住，我就選講咧係牛益大師嗰個《楞嚴科判六大科》。牛益大師將《楞嚴經》個正宗份咧就分有六科嘅，大家嗱，你哋個手上個筆記係有嘅，讀一讀嗰六大科，讀一下你哋會比較認識深啲。第一，唔使讀個初字啦，嗱。顯如來藏，圓三諦理，是不生滅，所成復斷圓三德位。為語端被名五音魔境，就是分這六大科。在佛經那個詞句裡面，那個差字呢就讀差別，就很少說讀差別，你讀差別都可以的。那這六大科呢，牛益大師他老人家是很慈悲，他將《楞嚴經》研究，他的智慧是甚深，將《楞嚴經》全部《楞嚴經》研究好，將正宗份就分了這六大科。他分科的目的呢，其實我本人推測呢，都是希望我們後來的學者呢，依於這個科題是容易去理解每一個段落它那個意義，就較為呢容易下手。因為《楞嚴經》有十卷，如果不分科呢，我們不知道那個段落究竟去到哪裡。其實這六科呢就並非是脫節的，是互相是上下都是有連貫單，即是關係的，是彼此是互通的。第一科顯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圓三諦理，這個呢就是顯體。每一本經呢都有它的體上用，或者是體中用，判教上是五教。現在我就不是講這一件事了，顯如來藏上次已經全部講完了，一直
我为什么要摸着这些 number 呢？就是等你们知道由哪里开始，哪里止，就是属于一个课题，你们可以慢慢去看回个本子。那这本经呢，就是显万法为心，全法界圆融之理的，事理相即，性相本融，这些名词如果说没听过楞严经可能觉得很陌生，但是呢你们由基础班一路至到进修班呢已经听了很耐经了，其实呢应该都会有听过什么叫做事，什么叫做理，有没有位同学答我啊？事理相即，性相本融，什么叫事，什么叫理啊？没人举手啊？嗱，世间种种事物，我哋眼前所见嘅，都系属于事相，系唔系啊？宇宙万有所有嘅，你眼所见、耳所闻、六根对六尘，都系属于一种事相，系生灭法。咁点解事理相即呢？嗱，呢个理呢，就系一真法界理，亦即系一心之理。一心之理能够显万法之用，所以即事即理。而十法界的事相差别呢，亦都不外乎归于一心之理。明唔明点解呀？因为我哋众生呢，就是迷咗我哋嘅本有真心，所以就隨於我們的善惡業呢，就流轉三界生死或者九界生死。那我們迷真起妄，真是不離妄，妄亦都不離真的。所謂心外別無染淨之法，染淨之法亦都別無心，所以說萬法為心，事理相即，性相本融，四科七大皆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圆三谛理。会不会听得不明白啊？不会，是吧？因为你们听过唯识啦，又听过心经啦，应该都 OK 的。那空如来藏，因为卷一呢就是显三如来藏，那我现在呢都是讲了，但是我略略带回一下，未听过的呢可以听一下。空如来藏呢，就显藏性不变的体，唯一平等真理，是没有诸法的差别相，所以就空。那是不是完全没有呢？不是，不空如来藏。不空如来藏就是显藏性有随缘之用。嗱，你们听这么多经，有没有听过法师讲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？藏性不变的体有随缘之用，随缘而又不变，这个讲心性，不是讲你随缘不变啊。能够随缘现一切相，为什么随缘现一切相啊？每个人的心念不同，各人的爱好贪念，所谓贪嗔痴烦恼啦，十恶业啦，善业啦，同埋除烦恼啦，根本烦恼、千灭烦恼，所有一切烦恼，所以藏性随缘能够现一切相，十法界诸法嘅相咧，无非就系一真法界嘅相。空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咧就彰显藏性之体同埋用。如来藏性嘅体有用有相。不变的体有随缘之用，所以即空即有。虽然随缘，但是个体是没有变到的。如果说我们的真性个体有变呢，你今天这么多人不会坐在这里听经的。我没有善根嘛，我都随于那个业缘而转，我哪里发起啊？因为我们有佛性，我们有善根，过去世积到个善根，所以有善缘，哪里讲经了我们就会离随起，这个就是我们本有的自性不变，很简单。那好了，
随缘而体不变，头先讲乜嘢？不变随缘，即空即有。随缘不变，即有即空，空有相即，空有圆融。这个就是无相无不相的实相，这个就是显如来藏性圆融之理，圆三谛理嘛。藏性不变，随缘，随于什么缘？随于染缘。你们张纸有的，我因为我都写得很清楚，是 有些是没写下去的。随于染净的缘就成为九界的七大，所以就障碍重重了。怎样障碍呢？举一个譬如，好像水它遇到寒冷的天气是不是会结成冰啊？当这个冰呢遇到暖了，它又会变成水。冰和水同一什么？同一什么？同一湿性，个湿性是没有变动，个形象是有变，是不是？藏性又得是一样，你随于染缘就有九法界差别的相，随于正缘有佛法界的七四科七大，但个体是没有变。好了，冰头先讲冰成水啦，如果水成了冰，咪阻塞唔通咯，等于我哋而家。我们有没有、自主，有没有自我、你可以认我什么没有、我喜欢这样就这样咯。你不想老得不得、你不想病得不得、我要千年万载都不死得不得、这个就是无我嘛。什么叫无我？你没有主宰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就是佛陀能够断三烦恼了二种生死，他证到大圆镜智，他就能够圆融无碍，能够随缘度化众生，就等于水冰变回水，畅通无阻，路路畅通。那再讲了，藏性不变随缘，不坏俗谛理。藏性随缘不变，不坏真谛理。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即是空有不二，真俗圆融，就是中道了义。你们回去将这张纸看完一次一次，你渐渐看多几次，自然就会明白的了，不会不明白的。只不过现在可能佛教术语讲来讲去不知道你的人讲什么。如来藏呢，这三个字我再解释，就是真如自性，众生本觉的真心，生佛同具的本觉，你看是不生不灭的。我们的性是不会说因为我们流转生死、我们的佛性减少了，到我们成了佛了，佛性突然间增加了，就并非是如此。我们迷佛性一样在这里不增不减，我们悟佛性并非从外面而得的，悟就悟我们本有的自性。所以说再犯不减，下面是什么？大胆啲认我呢，认唔啱唔所谓噶，我哋学啊嘛。我而家同你哋大家都研究嘅吓。如咧嗱，头先讲如来藏啊嘛，我再每一个字分析。点解我要再分析呢？就是、我都系恐怕有啲人咧系冇嚟听过嘅，系唔明嘅，所以我就分析一下。如者系点解呢？系不动、不变、不改、无生灭去来。所谓如如不动呢、这个如啦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来就是真如自性的体，是离于生灭去来的，不是离于生灭去来的，这个叫如。来就是随于十法界染净的缘，幻生十法界依正苦乐因果而发现种种不同的境，这个叫来。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一切众生烦恼心中无不含藏如来果地的功德。一个例，等于未开矿的金，它含有很多杂质，未曾去陶冶，未曾去清洗那些沙质，它有没有用啊？如果没有用的，那些人开矿那么辛苦去淘金做什么？就因为它有用，金可以做到很多饰物，所以 它虽然是在矿里面，但它有它的体和用。亦都譬如什么呢？
我们具有真如自性，只不过说随于染缘流转生死，我们的体性是没有失到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呢就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了。但是呢，虽然生灭去来，但我们状性没有失到，所以说不变随缘就有生有灭，随缘不变呢就生灭去来本如来状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众生是不知道终日呢在这个世界流转生来死去，今生完了又第二生转，不是说、哦、人死如灯灭，我没有第二世了，这个落于无因论。为什么佛教要讲因果，有六道轮回，有九界的生死呢？其实三界圣人呢、藏教菩萨、圆觉、声闻，为什么都是属于九界生死呢？因为他有微细的变异生死，他有这个法执未断，所以都是属于生死。而我们凡夫呢就苦恼的众生就更加是随业而流转了。在卷四文中有讲的，他说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，所以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可以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这个叫做事事无碍法界。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就是你不碍事。刚才我不是说一心之理能够还原无量差别的事。现在这段文就讲如来，释迦如来十方诸佛能够成等正觉，可以一身现无量身，无量身现一身，现这么多身做什么？度化众生。那阿难呢就闻佛上来开示四科七大，七番破妄，十番辨见，四科七大，一一皆如来藏性之后呢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为什么得无挂碍呢？因为我们其实阿难是代表我们众生，阿难其实都是一个过来人。释迦佛在空王佛所和阿难同修同学的。那阿难呢就问佛上来开示四科七大皆如来藏性，他呢就领悟到，悟到身，得到身心荡然无挂碍。因为迷的时候呢，我们认什么？执这个四大就为实我，执四大圆影就为实我的心。因为有烦恼了，作业流转，故此就受到种种的果报，不得自在。现在闻到释迦佛所说微妙的中道了义，所以就悟法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幻化空身就是我们的身是不是幻化？一百岁、九十九岁、一百零几岁，你是不是要离开啊？我们的身体不可以永远的。我们这一生，或者是在香港出生，我第二生去了美国、德国、英国，最好就不要去新几内亚那些，那就看你自己的福了。如果我们一生行善修福，能够那个我执轻的，那你就保持个人生得到一个善的地方。如果我又悭贪的，损人利己的，杀生又重的，食欲又多的，你就要还债。我们不可以说、啊、你们听这么多，有没有叫你们戒杀、啊、不要吃这么多肉、啊、所以我们的业力呢就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我就要拿人的身体保自己的身体，故此这个业呢
有了业的因就要受业的果报。故此今天柯南呢，他听到佛所说就自己醒悟，亦都很惭愧，得到如来的开示，悟到我现在这个幻化空身，原来如来藏性未有失到，我们没有失到我们的真心理体，亦都悟到这个根色二大皆藏性，所以心是荡然了知世间所有的物呢，都是菩提妙明圆心。菩提就是觉，妙明就是波野，亦即是说我们本来具有三德备藏，妙心中所现的物就是幻现，由一心幻现所有一切痴别的相，亦都悟到常住不生不灭的真如妙性。那柯南闻法之后呢，一时就是顿断亿劫以来的颠倒妄想。好了，问下各位，颠倒妄想顿断亿劫以来的颠倒妄想，即是断什么话？没人答我。你们有没有读过《楞严经》啊？《楞严咒》啊？有读过《楞严咒》是吗？消我亿劫，消我亿劫颠倒想，有没有印象？有没有印象？有啊。这个不是就颠倒想咯。柯南听了前三卷，向佛表示他自己的心得，消我亿劫颠倒想。嗱，我写埋俾你噶啦，后边你唔睇啫，吓，写埋俾你，你唔识得应我啊。好啦，而家回答我的问题啦。颠倒想是什么？断什么？是啦，断三界的见惑。再问就要记得的啦、啊、破什么执啊？破分别我执。证什么果啊？嗱，如果我有一条题目呢出的，柯南听完四科七大十番便见七番破网五六入十八界七大，他破什么啊？懂不懂答啊？证到什么果位啊？以后懂答啦、啊、问一下就知道了。嗱，再举翻上来所讲的如来藏性，其实呢，再讲讲这个不变随缘，我就这么讲啦。不变随缘呢，就是即体即用。随缘不变呢，就即用即体。体用是不出一心的。这个就是圆三谛理。那 我想举一个例子，即是你们较为容易明白的。为什么是即体即用呢？嗱，你哋家中咧个个都有电视噶，或者手机，每一个人应该有啊，不离手机。手机系好多功能嘅，系咪啊？有 WhatsApp 啦，有微信啦，有网络啦，有咩啲乜嘢啊？我都唔识啊，因为我都好落后嘅。咁但系咁多功能，咁多嗰、那個信息俾你哋，你哋可以上網，
亦都可以睇下YouTube 嗰啲法師講經。有冇離開過手機啊？你離開個手機有冇一物嘅作用啊？或者你家中嘅電視，我開咗個電視，我只要開咗嗰個插咗個電源，校好到個頻率，我接收咗發射台。你那个电视喜欢看什么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有喜剧，有悲剧，有山河大地，亭台楼阁，有万马奔腾，有很多情缘景色，是不是各色其色都在个电视里面影现？但是电视机里面有没有东西？没有东西嘛。我们如来藏性亦都是一样，你的體性是沒有變的，但是我們隨緣可以現種種相，明白我說什麼？明白 OK 了，不說了，明白就不說了。好了，講第二科了。第二科是什麼？講呢，讀呢。事不生滅，為本修因，妙三觀門。咁上来第一科咧，就系显一经嘅主体，系全经嘅纲领所在，亦都系一经嘅要义。咁第二科咧，就系一经嘅中趣所在。中咧，咩叫做中咧？中就系下手嘅方便，修心嘅轨迹。咁我哋虽然了知道真如自性本体。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下手功夫，我们怎样去行啊，怎样去修呢？你们可不可以返望归真，破烦恼呢？不可以。所以这个立一个宗呢，就是教我们怎样去行，你依什么方式去行。所以宗就是为下手之方便，修心之轨迹。如果你不知道下手的方便，你怎样可以破妄破烦恼，返妄归真呢？所以呢，体呢就属于性德，性中本具的中是属于修德。如来有三十以上八十种好，可以放光六种震动，你我都不得，因为你没有修德，你没有破烦恼，你未曾证到个境界。所以宗就是教我们怎样去修。故此这科呢，你不能够修呢，你就显不到圣德那种的作用。所以佛经讲来讲去，就是教我们修行，教我们破妄，教我们断烦恼，这是主要的原因。故此这科呢，就是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。那什么叫做生灭呢？所谓生灭者，就是生住而灭，世上千流不息的。我们包括些什么呢？我们有情的根身，无情的气界，众生的妄心、攀缘、外境、色心、分别、取舍等等，都是属于生灭法。那什么是不生灭法呢？就是我引回上来，因为你们如果没有听过呢，那么上来呢，灵验经呢就有讲十番辩见，有没有听过十番辩见啊？请问这么多位同学，没有，有没有人听过的？都没有，不要紧，因为我现在再引回几则。见性，十番辩见的见性呢，就是心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无幻的。那我引用经文就举例了。第二番辩见在卷一三十四的，你们可以看看，你们有本子就可以看的。若客尘显见性不动，客尘在 佛顶文句里面有讲的，三界依正总名客尘。三界依正，什么叫依正啊？没人答我的。依部正部，知不知道？什么叫依部啊？什么叫依部啊？
嗱，我哋呢个身体由咩嚟噶？我哋由业力过去嘅业因，现在嘅业缘，彼互相去轮替嘅呢个。由业正一感到我哋呢个身体叫做正报，记住啦吓、啊。我哋眼所见嘅山河大地，系我哋所依止嘅，我哋间屋俾我哋住嘅，我哋个衣服俾我哋穿嘅，呢、这个属于衣报。黑尘就系所对嘅景象，包括啲乜嘢啊？包括明暗色空根。身同埋气界，呢个属于客尘。点解话三界嘅依正总名客尘呢？你由 B B 仔出世，好啦，喺阿妈个肚个胎嗰度出咗嚟啦，个肚出咗嚟，渐渐长大成人啦。由 B B 仔到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。我刚才讲过啦，你一百岁、一百零几岁，你都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依止的，你是寄居的。那我离开了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因为你未曾了生死。我今天在香港出世，第二生我去到另一个国家，是不是等于那些人客呢？嗱，以前那些客栈呢，以前就没有三星啊、五星啊咁架勢嘅嗰啲旅亭啦，旅亭咧就愛嚟做乜嘅咧？嗰啲商人啊，去做生意啊，去買貨趕唔切，因為又冇飛機噶嘛，有啲啊行路啦，有啲啊或者搭公交車啦，咁好耐時間。好啦，我買完貨啦，夜啦，我係咪要住客棧啊？住一晚，第二朝就趕路啦。啊，或者我。朝头早出嚟嘅，我喺乡下出嚟嘅，我去想观光啊，或者旅游啊，或者买货啊。我买完啦，我肚饿，我系咪要喺嗰个客栈度食啊？我唔宿我都要食噶嘛，食完我又走啦。呢个叫做客，呢个举叫做客。咩叫主空呢？嗱，客尘主空啊嘛，主空就系我哋嘅见性不动。好啦，我想你哋读下呢段文咧。文中舉例有乜嘢啊？喺34页嘅，34页。咩叫客啊？你讀俾我聽啦。嗱，时骄陈罗起立白发，我金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名，因悟客尘而自成果。世尊读落去啦，你哋。宿食事不宿庄前途不遑安住，若实主人自无由往。如是思维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名为客而明白了吗？客就不来来往往的嘛，他不是住的嘛，所以这个叫做客。嗱，点解我会引用经文呢？等你哋明白啊嘛，系咪啊？不遑安住，譬如乜嘢？佢有个譬如，有个合法嘅。释迦佛讲经咧，就唔会单单举一个譬如，佢一定有佢嘅用意。究竟合乜嘢法呢？就譬如绿色圆尘，我哋咩叫绿色啊？眼色为圆，生于眼色，系咪啊？耳色为圆，生于耳色。六根对六尘产生绿色。如果你根尘相对冇分别嘅，呢、这个就唔系色啦，因为你有分别。就譬如绿色圆尘咧，白东白西，忽起忽灭，圆尘无定嘅，呢、这个就系客啦。主人无往，就譬如六根嘅实性系如如不动嘅，尘来照尘，尘去不除，
就等于乜嘢？等于个主人住喺嗰个旅亭，佢系老板。你啲客嚟咪招呼你咯？你啲客走，佢有冇跟住你走啊？咁佢留翻嗰间旧酒店做咩？咁我哋嗰个颜色亦都系啊，我哋六根对六尘产生绿色。阿某某人嚟，哦，我见到呢个人，你我嘅朋友走啦，你会唔会跟住佢走啊？所以尘嚟招尘，尘去不除啊！我哋唔会跟住，即系讲呢个系讲我哋六根嘅性啊，唔系讲呢个色啊，色咧就系分别嘅。我哋六根嘅性咧系永远系不动嘅，唔会话哦。譬如日头，嗱，我下边再举例嘅，而家唔讲住啦吓。文中释迦佛咧喺大众中就屈五轮子，屈又开，开咗又屈，咁意思系乜嘢咧？显示外境咧系不住嘅，外境，因为手就表示外境，外境系不住，因此佢就试验柯难，睇下柯难明唔明白佢嘅用意，领唔领悟呢个见性不动之理？突然咧就问柯难啦，特意去问柯难，汝见我手众中开合，是如来手有开有合，抑或你见有开有合？谁动谁静？你啦，你同柯难尊者答啦。释迦佛问咗啦，嗱，你听经咧，我写埋俾你答，后边有喎、哦，自己睇咧，你唔好睇住我，你睇下个笔记，你就识得答我。柯难尊者点答佛啊？嗱，释迦佛嘅手喺众中开合，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，即系表示手系动嘅，开合系不停嘅。但系你个眼睛会唔会跟住释迦佛嘅手又开又合，又开又合啊？我哋而家个眼分别嘢，呢、这个就系色。我哋而家系讲呢个见性，讲我哋嘅心性，心性系。无开无合，无来无去嘅。如来又于轮掌中飞一宝光，在柯难尊者嘅左；再飞一宝光，在柯难尊者嘅右。咁即时柯难呢，如来飞一道光喺佢个左，佢咪向左望咯；去右，佢又向右望。咁佛又问佢啦：柯难啊，汝盼佛光左右动头。为与头动，为复见动啊！咁你又点答呢？明唔明啊？吓、啊，明唔明佛所讲嘅意思啊？嗱，嗰、那个头就唔系见性啊，头可能代表一个景。你个头随住呢个光嘅景就两头摆嘅，但你个见性咧就讲我哋本有嘅真性，你会唔会随住个光两头摆噶？所以我头自动啫，我个见性根本就无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，边度有止啊？止都讲唔到，所以为无动啊，就系呢一样。有时柯难咧就领悟见性是心非眼，此妙明真心无形无相，正相尚且都冇，何来有动呢？会唔会听到好闷啊？唔会，希望你哋唔会啊。好啦，又讲翻十番便见第四番，嗱，佛多次十番便见嘅，但我就选咗。三四到啦，因为我不想选那么多啦。第一阻大家时间，你听咗前面嗰几个语咧，以后嗰啲都应该明白噶啦。咁佛咧又以佢嘅手啦，垂手、竖手、上下交换，呢、这个臂有冇增减啊？我手竖起，我手垂下。你饮嚟有冇竖起嗰、那个臂多咗忽肉？垂低少了忽肉啊，冇嘛，所以就是
譬如乜嘢咧？见性迷时不失，悟时亦都非从外而得，明唔明啊？明。见性随于迷染嘅因缘就有九界两种生死，边两种生死啊？听咗好多经咯，你哋听咗一年有咯。边两种生死啊？我哋凡夫系有咩生死啊？我哋凡夫有分段生死啊嘛，点解有分段生死啊？我头先咪讲过咯，100岁、90岁，你系咪有个段落啊？我哋人呢有个份限，寿命有个段，有个段落。但系二乘圣人呢，菩萨呢，因为佢冇咗分段生死，佢了咗三界，出咗三界，但系佢呢仲有个法执未亡，所以佢仲要加功进行，要修观，以观行嘅力渐渐去破无明，就有个变异生死。所以嗱，九界二种生死之果，我哋因为随于染缘就有九界两种生死嘅果。咁我哋嘅见性，即系我哋嘅真如自性咧，不失就好似失。随于悟嘅缘咧，就有佛界嘅常乐我净四德，非德又好似系德。好啦，第五番便见喺42页，你哋可以睇嘅。若标指显见性无还，标指即系话只手啦，佢用有个人，佢就唔识得个月。嗱，我唔睇本经，我略略改讲呢段文究竟讲乜嘢。有个人咧，佢又唔识得个月，咁啊问隔篱嗰个啊，边个系月光啊？咁隔篱嗰位先生又好，阿叔又好，啊呢、这个咪月光咯咁。咁呢个傻人咧，佢又唔睇天上个月喎，佢睇咗呢只手指。哇！乜个月光长长地咁幼嘅咁？譬如乜嘢？我哋众生迷咗个真性咧，以为呢个就系我哋嘅心啊，我哋个肉团心啊，我哋个肉团心，你试下劏开佢啊，佢有冇分析啲乜嘢啊？我哋就以假为真啊，等于嗰个傻人认只手指，哦呢、这个月光系咁嘅，咁我哋唔识得个真心。咁呢方咧就系、是、举出柯难，佢虽然唔真心未失，但系佢仍然执乜嘢咧？执呢个攀缘心，能够听如来所讲嘅法，好有功用、哦。我唔应该舍弃、哦，但系就为佛所呵啦。如果你柯难以原心听法，因为佛所施法嘅音声虽然系教，你唔能够从呢个教嚟去思维。你只是从个音声去分别呢，咁声嚟就有声啦，声去就冇啦。释迦佛讲完经咪冇声咯，冇声你又冇咯。咁因为尘呢，声音系代表尘，尘就非常住嘅，缘聚就失生，缘散就灭噶啦。当前尘变灭嘅时候，你托尘而生呢、这个色心，系咪随尘而灭啊？柯难尊者话：我觉得我原心听法这个心好有用噶、哦。你话我呢个唔系心，咁如果唔系心，我仲边度有心啊？嗱，我哋听经，当然我哋要分析啦，我哋要去翻去所谓闻思修，我哋要做。但系咧，你唔好执着呢个妄想分别嘅心，就系你嘅真心。所谓你听咗经，即系依教明心。你先至可以依如来嘅教法嚟去修观入道。如果你单纯系喺呢个言教去分析咧，你就只系喺文字上分析，你唔可以从文字波嘢去观照波嘢，更加唔讲得到实相波嘢。咁现在柯难咧就话：我以分别心嚟听法，则如来所讲嘅法变为我柯难所缘嘅境。咁又是。咁我究竟个心喺边度啊？柯难根本就唔知道，释迦佛已经讲咗好多，你嘅真心系不生不灭。咁佢觉得啊，我而家听佛所讲嘅法，我都系用一个分别心去听，我用呢个缘心意识去分别。咁佛就
责备柯兰。如果你用分别心去听法呢，你不能够因言误导，因为佛所讲的法你而误导这个理境，又不能够直教明心，你又怎可以得佛所传的真实的法性呢？这个就是呵斥柯兰。如何能够理解清净直灭的真心呢？你就教柯兰做什么？要观心，不要纯粹在这个表面上来去钻研。但柯兰呢，对于妙明原心仍然是不明，所以就对佛讲了，如果说我能源的心因为尘有，尘灭是还于尘的，那如来所讲的妙明原心为什么无还呢？如何是无还呢？故此佛陀唱下就引述了八种可还的境，以显示见性是不还。这八种境大家读一读啊，是啦，读到这里先啦。嗱，头先所读的段文呢，就是明和暗的一对，八相嘛，八种可还之境，这个是明和暗的一对。日轮升天则有明耀，是不是明啊？中夜黑月云雾遮蔽则伏昏暗，是暗的，属于暗，所以是明暗的一对。互有之隙则伏见通，长遇之间则伏观勇，这个就是通和塞的一对。你打开个窗和门，你就见到外面的东西咯，是不是则伏见通啊？那墙隔了看不到了，有埲墙隔了，是不是勇啊？勇塞看不到，这个就叫做通塞的一对。分别之处则伏见缘，即是眼前所对的景，包括山河大地啊、亭台啊、河流溪涧等等，眼所分别之处所缘的景大小是不一样的，总名为色。幻虚之中遍是虚空，广大幻虚之中是无知幻顿的虚空，这个就是空和色的一对。现在或者一听吸收不到那么多，回去拿着个笔记回去看一看，对一对，那你就会吸收深入一点。屈活之象则于昏尘，由于气结凝，气候凝结了，尘土飞扬，就有昏俗扰纷扰的环境了。所以说屈活之象则于昏尘，情制点分由观清俗，由于雨过雨后初晴了，落了好耐雨，哦，突然间晴朗了，收敛了那些尘土，天朗气清，由观清静了。这个叫清俗一对，总共几多对啊？四对八相，是不是啊？上来八相豁尽了世间色法，眼色因为此八相而起，亦都随此八相之尘而灭。眼的见性是不因尘有，故此无可还。嗱，举例，如果你见到明，你话因明有的，咁当明灭啦，夜晚黑冇日冇太阳，你嘅见性系咪除咗呢个阳光走咗去啊？你因明有啊嘛，咁你个见性咪去咗嗰度暗相嚟嘅时候，你仲睇唔睇到啊？因为你个见性已经除咗明去，你睇唔到。咁如果话我嘅见性因为清嘅时候有嘅，因为雨后初晴啦，我咪有见性咯。好啦，当落雨嘅时候，你又看不看到啊？你的见性跟着这个晴朗的天走了去了。所以这个是举例世间的法，明暗通塞等八相都是生灭法，是无常变化无常的。这八相的现象各有所因各有所还，但是你的见精明性应当还给谁啊？我们的见性还给谁啊？还给明啊？还给暗啊？还给清？还给俗啊？通啊塞啊，冚唪唥都唔系，所以无还。你嘅见性系咪无还？但系样样你都睇到喎，我又睇到清，又睇到明，又睇到暗，又睇到清，又睇到俗，系咪啊？所以话你个见性尘来照尘，尘去不除，系咪啊？冇错啊。好啦，如果你话头先我讲过，如果你还于
明暗时不见，相反若见性还于暗黑暗明来的时候你又看不到，因为暗上已灭，你还了暗你就看不到个明了，见性亦都应随暗而灭了，不复见明，因而了知道境是有生灭变化，而见性能见的见性是唯一无二，是没有差别的，物来照物，物去不随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若能够依此不生不灭无可还的见性来下手呢，因为这科叫做事不生灭为本修因，所以我就要引述这个什么叫做不生灭，引境来去喻这个见性。若能依此不生不灭无可还的见性来下手呢修呢，将来你渐渐就可以完成果地修正。好了，现在讲完个不生灭了，下文呢还有分析的，现在只是略略去介绍一下。那什么叫做三观呢？第二科是不是妙三观门啊？讲那现在解释三观，空观就显真谛理，假观显俗谛理，中观显中谛理。三观如果三观次第修，譬如先修空观或者次修假观后修中观，这个就是叫做次第三观，不明叫做妙。如果能够圆修圆正方明叫做圆融三观。那当我们修空观的时候呢，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是没有实体的，因为空所以就无实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不记得去年是几时有个同学呢，他就问我法师啊，唉，你们的佛教个个都说空啊空啊，不要执啦，一切都空啊，明明样样都有你说空，那叫我不要执，我不用吃饭不用睡觉，是不是空啊嘛，又不用穿衣服，不是这样解释个空。因为宇宙万法每一样东西话俾你听系如幻不实，冇佢嘅自性。等于一间屋，佢点样建成嘅咧？系咪好多因缘和合啊？水泥啦、钢铁啦、砂石啦、砖啦，或者而家唔用砖，用钢铁啦、人工啦、水土啦，仲要太阳去吹干佢啦、油漆啦、装修仲要间隔啦，系咪好多程序啊？你将它拆散晒这么多程序，能不能够建成了一间屋啊？即是说没有实体性，就是这样东西。我们一件衣服穿起上来很漂亮很有款式，但是这件衣服是经过很多程序，你如果拆开所有的程序，你找不找到一个实在的体性在这里？回去慢慢自己参考一下。所以当修空观的时候，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无实体性，世间幻化的相呢，都是众生一念妄觉出生，于无中是见有。就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的眼有病，见到空中的花，因为看东西看得久了，或者我们的眼真的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哇，见到满天星斗，其实空中有没有花？如果你说空中一定有花，就一千一万个人都见到花。譬如啲乜嘢呢？我哋见到山河大地系好实嘅，但系诸佛菩萨自住三摩定之中咧，能见所见，并所想象，我哋嘅妄色分别，犹如虚空花，本无实有。所以就系以其，因为当处出生，实本无生。又好像我们或者有黄斑点眼，那你晚上看到灯影呢，开了个抬头灯啊，或者那些钢管啊，他看到一个影，那这个影呢，就因为他的眼有问题，你看到个影。如果我们的眼是清净没有问题，是没有影，所以当你看到个影的时候，当处出生，实本无生，就是这个原理，也就是我刚才所引述的，我们见到山河大地种种能见所见，在佛菩萨
眼中等于虚空花一样，因为来无所从去无所至，当体即空，这个就是因缘生法即空，属于空观。那世间幻化的相呢，虽然无实体性是空，但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虚妄明灭，就等于卷一文中有讲，诸法所生为心所现，诸法是很多，不外乎就是色心二法，一心具足染净种子为因，染净诸法以为缘，我们心外是没有染净诸法，一切为心造。记不记得我们做晚课出食呢，有首偈，第一首偈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做过晚课？你应该做过，是不是？若人若了知三世一切佛，是啦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所以诸法虽然是多，不外色心而法，一心具足染净种子为因，你有染净的种子的因，所以又有染净诸法为你的助缘，你遇境逢缘，你就会有很多的景象出生了。心外别无染净之法，所以世间徒有假名假相，缘无实体，故此话因缘即假。咁佛陀呢就引用一个虚空为喻，有时讲名相讲道理，其实阿难呢就唔系唔明嘅。我哋末世众生呢，末化时代众生根基比较钝，智慧又薄。我本人亦都是智慧浅薄，咁所以呢唔明问佛，问佛就用一个譬喻，因为譬喻好多人都容易明。譬如乜嘢呢？嗱，虚空体非群相，而不拒诸相发挥。我哋睇下108，系咪？108。富流罗譬如虚空体非群相，而不拒诸相发挥。所以这何？富流罗比太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团则暗，风摇则动，滞情则清，气形则浊，土即成埋，水情成影。嗱，呢种就系相。虚空，一片嘅虚空，清清静静。刚才我读云团则暗，是吗？日照则明。所以虚空不是种种的相，但是它有没有拒诸相发挥啊？你什么尘土啊、雨雾啊，它一样是接收的。卷二文中亦都有讲的，日轮星空则有明耀，中夜黑月云雾晦昧则昏暗，那气形则浊，土积成埋等等的相都在虚空中出现，但是虚空中没有沾染到任何的相。你所有雨过天晴，虚空又是晴朗一片，你云雾落的时候它又没有沾染到。如果沾染了，等于我件衣服是白色的，我染了黑色，你洗不洗得甩了？譬如什么？我们的如来藏性也是，如来藏性本身是清净的，是离一切相绝对待，因为你有迷染的因缘，所以就有七大种种的相。虚空体非群相，譬如藏性非七大，但是不拒七大发挥。看回那个笔记，比太虚空就是譬如藏性清净本然之体，就是空如来藏显真谛离。日照则明，就是譬如如来藏性非七大之上，但有随缘之用。随什么缘？随循于众生的业缘，发现了七大之上，即是不空如来藏显俗谛离。非空非日，譬如七大是遍计执成，本非实有。不异空日，就是如七大就是依他起性，依一念妄动无名而起，幻有非真。七大呢就是藏性
随缘幻有，相是妄，性是真的。相是性中之相，藏性随缘，能够安立三种世间，诸有为相。三种世间是什么世间啊？有没有人答我？三种世间，不是听下听下，不知道听了去哪里。嗱，你可以话众生世间、气世间、五阴世间。如果我哋加埋诸佛所证嘅无上正觉嘅咧，叫做正觉世间。咁而家讲三种世间咧，就一般系指我哋凡夫嘅三种世间。所以话三种世间诸有为相，以其相系妄，故此无实体；以其性系真。故此能够周遍法界不相灵灭，因为体是无实体，相是妄，因为我们的性是真的，如来妙真如性能够遍于虚空法界。为什么释迦佛他证到三德秘藏？刚才说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等于观音菩萨他三十而应身，十四无畏，四不思议，就因为他证到本有的大圆镜智本觉理体，人能够一身现无量身，随众生机现种种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富流罗尊者说地水火风为什么可以相融嘛，因为水就克火的，为什么水火能够相融？所以现在释迦佛就是解释为什么能够不相灵灭。好了，再复举例，若果随无相众生究竟悟净的心呢，随其所作非有漏非无漏的业，发现诸佛的真善妙色智慧之火，焚烧三烦恼身，发现大慈悲水普周沙界，润泽众生。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呢？因为各随众生不同，那个缘就有不同的相。如果随大道心众生，随其所修有漏无漏的业呢，发现菩萨的妙庄严色，发现道种智的火慈悲水度利众生。如果随我们三界凡夫苦恼众生呢迷染的心，循其所作的有漏善恶的业，就发现什么呢？人天和三途的色，劫火、业火、果报之火，焚烧身心，不得自在。为什么世间有水灾啦，有风灾啦，又有刀兵啦？其实都是我们的业力所感的。是啊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途门夜半声。一切遇到的灾难都是我们过去种的业因，现在这样的业果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因，我们自然是不会遇到的。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，譬如有时如果你的业缘是没有的，楼下火烛都烧不到你楼上，因为你那个善业是重，它的火自然会有风吹走。但如果你那个共业所感呢，它留下会影响你。可能你会说我，嘿，你自己说的荒唐，但是你不妨去问一下其他法师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随业呢就有天上的甘露水啦，天上人天人见的水就是甘露，我们人间见的水就是普通的水，而三途地狱众生见的呢就是羊铜罐口的水。所以每个业力所感境界不同，你的业不同，所感的境就是不同。故此文中说，地水火风各各发明，即各各现，遍法界执满世间起，起遍世间，另有一定的方所呢，只是循业发现而已。
因为我们随于个业力就发现世间种种的痴别相，所以文中卷四文中有讲，观相圆妄无可止尘，观性圆真微妙觉明。因为相是妄，我们拎不拎到出去告诉人听，哦，这个相是妄，我们是只有看到，但我们拎不得出来。但我们的身呢，我们的心性呢是圆真，所以观性圆真微妙觉明，七大的性原本就一真法界，同一妙觉明体，更非他物。故此十方之佛以妙明不生不灭的无分别智为本修因，背尘合觉法本明耀，如来能够断三烦恼破而执，了九界的生死，所以能够发本有的至光明耀，勇往归真，回复他本有清净的妙心，能够圆照法界，证三德位。能够证到三德位呢，就一身能够现无量身，无量身现一身，所谓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大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就是事事无碍，广合自在。这个是华严经的广合自在门。刚才我讲过，一身一就是代表心性，亦都是一真法界的理，无量就是痴别十法界的痴别相。阿难文释迦佛如来所讲上来开示三如来藏清净妙理，疑惑就消除了。心悟实相，即是悟到本有的真心，但虽然悟藏性是众生本具，但是未知道怎样去下手，我如何下手去修呢，才能够证得我们本有的本体。等于阿难尊者他自己举例，他说我好像一个漂泊他乡流浪汉一样，我忽然间遇到一个天王，给一间华丽的屋给我，很大很华丽。我虽然获得这间大宅很大了，但这间屋可能是很多门的，亦都可能他没有给他锁匙的。那你得到间屋我又开不到，怎么算好呢？我要因门入，我有间屋而已， 我不知道在哪里入，所以阿难就说虽然我获到大宅要因门入。阿难又向佛请示，从何涉克服酬色攀缘得陀罗尼入佛之见，意思即是说我如何降服无始以来的尘劳烦恼呢？酬色攀缘过往无始劫以来的尘劳烦恼。如来就对阿难和大众说，汝等欲发菩提心修菩萨行，即是说你回小向大，发大乘心学菩萨行，你应当呢就审观因地法心与果地觉是同啊，抑或是不同呢？如果你因地法心以生灭心而修，想话求佛果不生灭性是冇可能的事，所以无有是处。咁第二呢，佛陀又话：阿难，你应该咧审详烦恼根本。如果你唔审详烦恼根本咧，你就唔知道虚妄嘅根尘何处颠倒，你颠倒都唔知，你如何去降服烦恼呢？唔好讲你取如来嘅位啦。咁再以譬如，释迦佛再用一个譬如对阿难尊者讲，佢话你观世间解结之人，即系话有个人佢打咗好多个结，你又唔知佢佢点打嘅，你又点样去知道点解呢？或者佢打到好实，或者佢个结佢嗰个口唔知挤收埋去边，所以话你观世间解结之人，如果不见所结，云何之解呢？佛陀就教阿难从根去解结，但阿难呢就不知道身心之中什么是结，从什么去解，怎样去下手修正呢？我都 不知道结在哪里，我怎样下手啊？那佛呢就以六根做譬如，佛以六根既是结缚之源，又为解脱之本。但是话俾你听，六根又是结缚之源，又是解脱之本，这种法呢就未必每个人都信的，亦都很难明。
所以释迦佛呢就请十方诸佛一同证明解结为是六根，等大众听了，因为十方诸佛的证明就较为容易相信了。于是释迦佛就摩诃难尊者的顶头顶放光现世，而释迦佛的光是照遍十方微尘世界，十方国土的佛呢应释迦佛的请，所以亦都放光来到奇缘精舍摩释迦佛的照到释迦佛的顶，就异口同声就话啦：阿难，汝欲悉知俱生无明，使汝流转生死结根为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以服欲知无上菩提，令你速成安乐解脱寂静妙常，亦汝六根更非他物。明唔明呢句啊？如果上堂咧，同啲大学生讲，佢即系话你唔合逻辑。但是这个是佛所说的，就不是我说的，那佛陀有他的意义的，即是说你结的又是六根，解的又是六根，向下会分析的。那安乐解脱寂静妙常就是涅槃的四德，安乐就是乐德，因为离生死逼迫之苦，解脱就我德，如来正道八自在我，所以就是解脱自在。寂静就是静德，是离烦恼垢染，断了三烦恼五住烦恼。妙常就是常德，没有生灭去来。但阿难呢心犹未明，于是就白佛言：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？嗱，都唔使你哋去讲，阿难尊者都代表咗我哋去问，点解生死涅槃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呢？佛告阿难：根尘同源，结惑无异，色性虚妄，犹如空花。括住呢啲咧，就系正文嚟嘅，冇括嗰啲咧，就系解释。咁根尘同源呢个根咧，就系六根；尘就系六尘。若论相嚟讲咧，六根六尘系同一妄缘。同一同时依他起性，嗱，我想问下各位同学，咩叫依他起性？咩叫做片计执性？我知道你哋喺初级班系听过八识系咪？法师应该有讲咩依他起性啊？依于一念妄动。无名妄想，而起又根身世界能见所见。我哋执呢个根身世界为实，我实法，属于片计执性。明唔明啊？明。嗱，如果若在性嗰方面嚟讲咧，根尘同一真源，唯一状性，更无他物。众生因为执相就迷咗性，内根循于外嘅六尘。忘记我同埋我所，乜嘢叫做我同埋我所呢？执能知能觉嘅呢个就系我。我睇到一切事物，我见到某某人，呢件物件系我嘅，呢件东西系我嘅，呢间屋系我嘅，所有都系我嘅。执所知所见嘅景象就以为实法，所以话忘记我同埋我所。故此非惑就成惑了，若悟到相妄性真，不取于相，能够反照自性的呢，非解脱就成解脱。所以说惑脱为是一心，故此说惑脱无疑。咁至于色性呢，嗱，色性就因为色是乜嘢呢？色就是我哋的绿色，因为根尘而有的，如果离开根尘，这个色就无体的了。犹如我们的眼有病，见空于空花，但是空本来就无花的。故此十方诸佛说，同说解
同埋結為是六根，唔説六塵六色。點解色性虛妄呢？如果你冇你嘅眼見唔到呢個色，你仲有冇眼色啊？冇根冇塵，你分別啲乜嘢啊？我冇咗我嗰、那個嗱，而家我哋講根咧，就唔係講我哋肉團根，係講性二根嘅。我哋嘅性二根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迷一真心而有嘅。我哋嘅肉團根咧就有壞滅嘅。頭先講十番變見個見性不生不滅，係講我哋個性二根，係我哋嘅性二根係譬如第二月，我哋嘅真性就係、是。譬如一突这个本正月，因为迷于本有的月而产生第二月。譬如我们揸住一只眼猎目见猎猎下，我们看到这个月另外分到一个影，这个叫做第二月。那这个迷真起妄成为这个性意根亦都是一样，它不是真，但是你依于这个性意根去修，你可以返本还原。所以说若离根尘色实无体，犹如醒目所见空花，空本无花，故此十方之佛话同说结解为是六根，就不讲六尘和六色了。阿难，由尘发之，因根有相见，相见无性同于交流，这个就解释根和尘同源的。由于六种妄尘显发六根的知觉性，根就托尘而立的，因为有尘显发我们的知觉性，所以根是托尘而立，尘就为根的助缘。由尘发之，如果没有我们的六根，如果相反冇咗我哋嘅六根六尘，亦都显唔到嘅。我哋嘅眼唔对景，你显唔显到个色出嚟啊？所以话如果冇咗六根咧，六尘亦都显唔到。尘系托根而有嘅，根就系为尘之源，即系话彼此互相为源嘅，所以就因根有相啦。嗱，你哋读文咧就要知道。頭先講由塵發之，因根有相，相見無性同於交流，呢個係文經文嚟嘅。咁點解咧？就係我頭先咁講啦。因為六種妄塵就顯發你六根嘅知覺性，根因為塵托塵而立嘅，所以塵就為根嘅助緣。由塵發之，因為如果冇咗我哋六根六塵，又顯唔到嘅，所以塵又係托根而有嘅，根就為塵之助緣。这个是互相的，所以就因根有相，尘之相根之知，彼此是依托而成的，但是是没有实体性的。同于交流，交流即是那些草，它外面呢就实的，但是中间就通的，它不可以独立的，它是软的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河边有时都有些交流草的，它一生呢就要两枝，它是翘埋生的，即是你又挨笨我，我又挨笨你，咁佢先支撐嘅，咁等於我哋根同塵一樣啦。你係互相依傍，你就產生咗個色出嚟啦。讀一讀呢段文啦。時中更容他物，係啦。知见立之，即无明本；知见无见，思即涅槃无漏真正。这个解释佛脱无异。知见就是指我们六根，六根照境，当我们根对境未落分别，我们即是我们第一念的时候未落分别，是情直照了的性，但是很快脆立之。知见立之的立之，即是说刹那之间起了分别了，就属于眼色和同时意识。你们可以回去测试一下自己，我第一念我不起分别的时候，你等于如果这个咪摆在我度，
当我第一念我睇到呢、这个，哦呢、这个系咪？咁我第二念即刻起分别啦。呢、这个咪系咩咪咧？系大啊、细啊、有线啦、啊、无线啦、啊？呢、这个就系落于第二念嘅分别。咁又好似释迦佛喺我前边啦，佛像。好啦，我第一念睇到呢、这个讲堂佛像，我系睇到佛像啫。咁究竟呢尊咩佛呢？个心一起就落咗第二念，呢、这个我呢、哦这个释迦佛，呢、这个药师佛，呢、这个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地藏菩萨啊！呢尊佛好大嘅，好庄严嘅。呢尊佛咧又系细嘅，细尊啲。呢、这个就系分别嘅色啦，明唔明啊？系啊，所以知见立知，立知就刹那起咗分别，属于眼色同埋同时嘅意识。一有咗呢个分别咧，就有我同埋我所啦。一切过患由是而生，遂因而就成为无明的根本。所以若根对尘不落分别，就是真知真见。如果我们在真知真见之外不再立这个妄思妄见，就是涅槃无漏清净的真心。讲完这段文，知见立知即惑即结，即是说你知见再立一个分别的妄知，就是惑和结了。知见无见即解即脱，故此说惑脱无而解结为是六根，云何结解之中更容他物？明不明啊？少少，希望你们有少少明，回去看多几次就会明白。不要说我少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那就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来听。即是我都知道你们很发心，或今天放假，如果不放假你们都要上班落班，又要匆忙地赶来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因为你们要发菩提心来听经，将来呢希望能够烦恼正尽，正菩提果。解脱次第六解一妄选，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。这些文呢可能就会深一点，因为如果以前呢没有听过楞严经，又没有听过名相的呢，对这些文是或者深一点，但是呢我们稍微肯去用下功是 很易了解，不是很难了解，只要你肯用功看多几次或者听多几次。其实现在你们是 很幸福的，比我们以前的年代呢是非常之幸福。我那个年代呢找没有钱买个录音带，老师上堂三饼带用三年，今天录完不得闲听上堂，下次过不到笔记再下次，好了过了少少都过不到了，由得他耷咗佢，又去下次又再录过，录到饼带都残咗断啦，先至掉咗佢。而家唔使啊，我有个手机，智能手机，使乜听带啊？我揿咗佢，乜嘢法师讲经，乜嘢经，样样都有，系咪你哋好幸福啊？你哋生喺呢个年代幸福过我哋啊！哇，我哋出嚟听经，听法师讲经，边度有 YouTube 咁好啊？坐火车喺新界澳出嚟。熬一个钟，等一个钟，而我那些柴油火车有烟出的，见过没啊？未见过啊！所以你知不知道我几大就是这样，我见过柴油火车的年代，熬出来三个钟头去到听经，来回五个钟，一来一回听一堂经五个钟，你们细不细啊？所以给点心机，不要嫌辛苦，落了班来听经，得益的是自己，将来受用的是自己。是啊，法师可能讲得未必一定好，未必一定合心意，但是我们用心去听，大家研究，我并非说教你们讲，教导你们，只是大家一种研究方式。还有一个字讲少少，解结因次第。解结因次第六解一亦忘，因为解结结呢就次第而起的，即是说我们六根次第而起，故此就必须次第而解。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六根的相呢？
因为本来我就想讲卷四，卷四文呢就是有六根结上的，咁因为我想下一路讲落去，可能真系要十年八年。咁有啲同学咧，未必有一种因缘啊，或者助缘，每一年都嚟听。所以我今日就选择咗六大科，呢六科你明白啦，《楞严经》你可以起码领略咗10.5%都自己得益。如果你将个六大科自己翻去温下睇下。因为我不是全部的经文是引出来讲，只是拉一些每一科的重点，认为呢你们应该是需要知道明白的，我就引一些重点出来跟大家一同去研究。因为结呢就是次第而成，故此就必须次第而解。由于最初我们迷真起妄，无明妄动，一动就有分别了，因为我们一起心动念就有分别，故此就有能见相和所见的境界相，因而就有阿赖耶识，故此就有色音，成为第一个灭的结。什么叫做灭结呢？因为阿赖耶识呢就是生灭和不生灭和合的，即等于起信论讲无明分真如，转白净色，成为生灭不生灭的阿赖耶识。有没有听过唯识啊？有八识。这个呢就是第一，我们众生无量劫以前迷真起妄，起了第一个，这个就是叫做灭劫。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灭劫，不是世界末日那个灭劫，而是我们起劫阿赖耶识，生起生灭不生灭和合，这个第一个劫就是灭劫。好啦，咁就属于第八识嘅驱生法执，再由第七识执我，不即系迷惑不知见相而分，系唯心所现，妄有非真，妄计能见失分为自我，即系头先我所讲嘅，我见到嘅嘢，所有嘢系我嘅，咁所以佢妄计能见分为自我，而喺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嘅驱生我执。妄见所见分呢，境界上就分别好丑，就成为驱生的法执，念念生灭，不停成为行音了，就有空结。咁又因为呢片计分别，就有呢个上音。片计分别乜嘢呢？与爱嘅境就生起呢个乐嘅念，于不爱嘅境就生于苦嘅念，各苦各乐的念记起了，于是就有一个相续相，念念不停不断去相续，就是六粗中的相续相，成为各结。这个是各苦各乐的各结。那又因为对境取舍，生苦乐受，苦乐爱护之受，就成为受因，故此就有根结。由于内根同埋外尘互相嚟去牵引，互相嚟去鼓动嘅咧，就有色音，故此就有静同埋动嘅两种结。咁好啦，解结咧就唔讲住啦，而家就讲到结起之缘，因为时间就差唔多，仲有两分钟。咁我咧就系习惯，剩翻两分钟到咧就念几句佛，念十零句佛咧就回向。因为大集经上有讲，末世修行，亿万人修行罕一得道，唯有依念佛法门得道生死。咁希望各位同学将来能够藉着阿弥陀佛嘅慈光接引，我哋种下念佛嘅种子，到我哋种子萌芽嘅时候，到咗我哋真系100岁之后咧。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大愿力、慈悲力来接我们往生，就算不往生极乐，我们都能够超脱这个三途之苦，得还人生，见佛闻法。好了，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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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，南无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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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立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